不炒不水煮不油炸，给大家做一只鸡吃。首先在鸡身上扎上小孔，可以方便它入味。加料酒、生抽和一勺老抽上色，半碗葱姜水去腥提味，两大勺奥尔良腌料，这是让这只鸡吃起来更加入味的秘诀。里里外外的涂抹均匀，电饭煲底刷油，然后放上姜葱，把整只鸡放上去，然后倒上剩余的料汁，电饭煲按煮饭键焖40分钟即可，特别的鲜嫩多汁，咸香入味，孩子们超爱吃。喜欢的点赞收藏，感谢您的观看。